心无常，法无我。心既然无常，法也是无我啊。常常讲过，心啊是生住意灭，咱的心时时对着环境安尼，伫咧牵线不定啊。所以咱爱好好，把咱的心顾回好，因为呢，咱爱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。咱爱时时了解这个道理，所以爱心顾回定落来。世间啊，会家明日常啊，爱真清楚。前一段一直伫咧讲有为法啦，世间一切家明日常。假名无一个定，或者是真啊？何况讲咱人间真侪语言文字，拢是无共啊！语言千千万万种啊，文字呢也有无数种的文字。所以啊，世间啊，假名字上，不管伊个名是啥物，字是安怎写，但是呢，道理是共，道理了解，只爱是真理啦、啊。用啥物款个语言？讲一句的真理，但是这个真理啊，叫做什么形？这个相啊，什么形是叫做真理？无形啊，不过呢，是无所不在。你若要讲这间厝是四角的形，那起这间四四角角啊，或者是长方形啊，同款经过了建筑师的结果去计算落来，偌大几的条啊，偌年高一壁，会当成为一间呢？真正呢，巩固、真坚固的厝，真呢，内底都有个道理伫咧啊！你若要讲道理，提袂出，敢那用讲的啊，提袂出啦。那么做出来，伫倒一个所在，倒一个地点，咱决定，那就伫迄个所在。将这个道理画成了形，用钢啊，都安尼个砌起来。所以啊，名字上，因为是真，是真，因为呢，伊有用迄个道理伫内底，啊，这个道理呢，经过了世间啊，会做作。有为啦，年久月深嘛，同款呢有败坏，只爱有熟时间啊，当地的问题啦，也那是道理呢，它永远是存在，因为伊无形，所以无生无灭啦。不生不灭，永远存在，所以叫做真真理。真理呢是空
因为你看伊未到啊，将这个真空的道理显出了呢，那假的形象，所以真空啊，那变成了一种妙有。既然是有，伊一定呢都有生灭之相。这就是讲有为呀、无为的道理啦。真空妙有到底是成什么？啊，嘛是阁真简单讲，啊，这就是看未到、摸未到的。安尼，你到底要相信啊？唔相信啊？咱也无相信，咱会常常呢，人假为真，哎，将咱的道心。所以，安怎样才是真的道法？咱爱真坚持，既然信，咱爱坚信，坚定的信仰啊！咱那一点啊偏差去，那真正是人假为真，安尼就是众人一道，邪思邪见邪法啦。会记哩，咱呢？早会一时，啊，有一位志工伫咧讲，现在病院内底啊，有一位80岁的老阿嬷，病重啦，有一个查某囝重残障，这个老母啊，都、就是要顾查某囝，唔甘。弃下这个查某囝，为着顾这个查某囝，家己身躯有病啊，日日消散落去，已经存28公斤，病入骨膜，确实呢，伊的心啊，也阁是挂袂断啊，伫咧家护病房。那这个囝今年已经60岁了，也是真友好，逐天都来底下伫咧顾老母啊，只敢看到真唔甘嘛，也嘛真感动啊，都甲伊聊天呐、啊。哦，原来呢，这位60岁。这位阿嬷的囝，甲志刚讲，其实几十年前啊，我嘛捌开车载着恁师傅的，我捌载着师傅一段时间啊。因为原来呢，伊是伫某一个金融机构上班，伊的主管呢，就是咱的委员。有时阵啊，爱去访视的时，哦，有当时阵伊嘛要开车，载伊的主管甲师傅同齐去做访视过啊，伊嘛是真肯定自己。后来啦，伊离开了迄个机构。伊去开一个新店，拢是咧甲人消灾，就安尼呢，一做落去遐尼久的时间呐。新店是要甲人消灾的，确实呢，伊的家庭里啊，有安尼的一个小妹，就是啊，这样讲。重残障，老母啊，照顾这个查某囝啊，这么辛苦，哪有法度用心肝啦？心的力量啊，会当甲别人消灾，为什么无法度甲家己的家庭先消灾呢？这就是啊，
咱众生啊，这种观念，这个观念呐，无正确啦，以假为真呐，那以邪乱正啊，真正的正法呢，就是受这种偏邪的信念，那就是安尼都偏去啦。不是一家的一个人，观念偏啦、去接受伊消灾的人到底有偌济啊？这种呢，就是干那五万公神啊，会当甲伊消灾，那可能呢，会失去了真多机会呢，改变了家庭。的心态也会耽误了身体的病况，这种有的人家庭若无平安啊，爸母囝吼，老爸老母啊，囝未好啊，大家心不啊，或者是翁某啊，都是为着要去消灾看会当感情会好无吼，下都画符啊、作法啦、等等呢。惹得家庭过较乱啦，有的人呢，要安怎样会当让家庭人人平安？无定着呢，更过较耽误了呢，治疗身体的机会。咱若偏差邪方向行啦，这呢，寸寸的堕落。都有寸寸的障碍，所以讲人家为真是众多法，这就是一种偏邪，就是恶法啦。所以大家去释迦牟尼佛啦，引导咱呢是要立这个大觉定慧，要安怎呢？要让咱的心定落来，定在。正法中啊，咱若心会当静，定伫正法啊，安尼呢，佛无量法门实现在前啊，得大智慧通达诸法，这是咱定慧方向爱正确吼，自然都无碍啦。所以佛陀呢，也教咱爱太子以行啊，不取消机。佛陀就是以最精神的心在咧对待众生啊，对小根小枝呢，佛陀啊，还是用坦然的心，无有欺，无有骗呐。佛是真语者，实语者，不妄语者，不空语者，所以不取消机。不贪法理呀、有烦呢，佛陀坦然呐、就是跟大家人分享，这是咱爱学的吼、呀，不执人性吼，未嫉妒别人来胜过咱呐。希望人人呢，比咱搁再较通达道理；希望人人呢，比咱搁再较超越。这才是真正的智慧者，成就他人呐、人人圣我，咱呢随喜功德，咱才会定定心得到欢喜啊。所以佛的心呢是清净，所有的恶啊，拢完全断除啦。静心中说法，佛的说法的时啊，
心拢是真清净，不求回报，不求名利，等等啊，完全拢弃的佛，永远都是大的，迄、那个真实道啊！佛的大道理，伊的心都是住伫迄个所在，所以绝对无有迄、那个污染的心说法当中，一直呢伫迄个静心中清净的心啊，伫咧说法啦。咱前面都讲过去，若人性归佛，如来不起功，咱若一旦相信佛啊，佛呢是用这么坦然的心来教育众生，又无贪执意吼，断诸法中恶，告佛于十方，自度无所谓。好好来看，断诸法中恶吼。断就是断的吼，断的的意思就是断除了一切贪嗔痴无明习等等的烦恼无明，再分呢完全拢断除啦，已经呢解脱，无受烦恼啊，安尼。困住着，已经是解脱啦。所以讲，无有贪名逐利伫咧说法，无啦。这叫做断掉吼。所以断，那就是断除烦恼吼，诸法中恶，这些邪法。真多的邪法啦，对啊，以邪乱真啦，所以佛陀呢，这种的邪法啦，嘛完全拢弃除。佛陀所讲的话是正法啦，佛陀所讲我呢是无上正定、正觉、正定啊。就是无有上，无有比佛的觉悟搁较高，所以咱称佛呢为宇宙大觉者。在宇宙中，什么人的法会当搁胜过佛的法呢？佛陀迄个正确的正思想，咱还搁有什么人会当比得过呢？所以叫做正定，那就是无上无有比伊搁较高，所以呢叫做正正定吼，真正确无上正觉吼，那这觉悟呢是正，无有偏疏偏狭，所以已经呢佛陀完全断除啦，所以叫做。断诸法中恶，所有啊，一切偏思邪道，一切烦恼无明习障，完全呢清净无异，完全拢扫除掉，非常的干净，无有一点啊忧郁留伫心里，所以真清净的说法哦。故以十方佛土中，十方呢是伫这个四方上下四维，这拢总呢包含伫整个宇宙的内底，唯有一心法吼，
就敢那有一项一生二妙的大法，无二亦无三嘛。这个一性法，那就是成佛的道。啊，你要成佛呢，一定爱到个自觉觉他。我家己要渡过彼岸去，我必定呢，爱阁带真侪人同齐行过了这条平坦的道路，到达咱的目的地。安尼呢，才是真正叫做大乘。咱若自觉自利，这叫做小乘。所以啊，二乘、三乘。无啦，佛陀无希望讲哦，那干那度一个人，佛陀爱要人人呢度众人，所以咱爱人人发愿啊，爱度众生啊，这都是佛陀所期待，这必定呢是一性法，无二亦无三，无有二性，无有三性。如来二毒无所谓，那就是如来无上正等觉，这是即无上性地。这个无上圣地呢，佛陀的智慧啊，那就是一切种地过去嘛，一直甲大家人讲过去啊。一切种地呢，就是如来的智慧，如来的智慧呢，就是无上圣地，无有人搁再会当超越佛陀这个地。一切种地吼，那这就是佛陀伊的智慧啦。所以佛陀会当伫这诸种中作事诸好，专妙法轮。佛陀听啊，比如啊，伫众寿的内底，西啊呢是众寿之王啊，西啊呢。屎若叫出来了，地都会震动，会感觉，因为呢，所有的兽类心会惊，那么屎的四周号都亲像迄个声音，会当震动人人的心，这是一种的譬如啦，用这种会当震动人的心。来转法轮啊，这得大自在，这种法轮啊转啊，心轮都转吼，会当得大自在，转凡夫心啊为现性的心，所以无为不思议。虽然有真多啦。小根小蒂也阁无了解佛陀的说法啦，就是无了解呢，伊嘛会当信服佛陀呢，绝对无有够安尼的信服多好啊！啊，阁多爱伊会当接受，不只是接受，也阁会当身体力行，用这种的方法啦、啊、来施教众生。因为安尼名叫做无为不思议吼，这是无所谓。佛陀伊本身伫咧说法啦，道理真清楚。世间一切种类啦，哪怕伊是假名字的形象呢，还是同款会用的。甲这个假名字呀、啊。那说成了呢，回归
正法，将这个回归正法的道理，再过来披露呢，让大家人了解的明相，明相呢，会当通达真理。这就是咱时时甲大家人讲法啦，一法会当通包含万理吼。这所以一句话讲，一理那通啊，万理都天啦。所以啊，心咱若会当了解吼，心无常，法无我。大家人若会当了解心无常，法无我，啊，咱这个心无常呢，是不是把握当下，定下心来，唔通讲吼无常的心嘛，对着世间的名相来滴咧，迷乱了咱的心，咱若透彻了佛的道理啦，那法。无我，真正还阁有虾米是我呢？干那自己我哩，个人都是真一个我。啊，我要叫虾米人是我呢？吼，那到底伊甲你甲我呢？那倒一个是真正的我，都无啊，只是干那呢？用世间法设一个假名而俗。咱若会当通达啦，就知影法无我吼，这个法拢是无形啦。不过呢，含有含着迄个妙有的法伫咧。不管你要做啥物，你若合理啦，那么这个思想就会坚固吼。你若无合理呢，这个思想呢？真紧都破灭去，所以咱大家人那会当了解呢，心无常，法无我啦。这个道理透彻呢，世间假名而相呢，咱唔通人假为真来障碍咱的道啊。所以咱爱依照佛大觉定慧呢，唔通好这个世间的形象。邪道甲咱障碍，所以咱爱合法，时时爱。